观众朋友，10月27号上周六下午，由奥克兰地区移民中心、Pakuranga 华人协会、亚裔社区防止犯罪委员会、Howick 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新政策下父母团聚移民的形势分析和应对方法研讨会，在 Pakuranga 社区活动中心举行。研讨会上，来自奥克兰地区从事移民服务多年的专家和律师为来宾们分析讲解了父母团聚移民新政策的出台背景、相关影响以及趋势走向，共同探讨应对的方案。请看报道。这本小册子上是关于，如果你要找移民顾问需要帮助的话，有哪些移民顾问你可以选择，哪些是那个已经授权的有资质的移民顾问，另外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做。原来旧政策在那个2012年5月15号之前，新政策和旧政策之间有些什么的不同。那么新政策的话呢，第一个取消了家庭通行要求，第二个的话呢，申请人需要有雅思或者是购买英文课程，就是英文没有英文的话呢，你需要